以往的跨国互联互通呢，大家都知道，比如说咱们北京到莫斯科那趟车，在出国之前到俄罗斯的时候要进行变，再进行要进行那个更换转向架，这个周期比较长。我们针对这个变轨呢，我们开发了一个变轨机转向架，能够实现在15公里之内自动变轨。如果说这个车是212米的话，可能到50秒的时候，这个车就整个这个变轨就结束了。